师傅，就是那个33、36、39这个节都是属于一个大节，就是说我们提前3个月念了，但是说3个月之后的话，就赶上生日的这天的话，我们最多这个就像这个大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生多少张小房子呢？还得生，大节的时候你还得生，你49张啊都可以啊，没问题的。你可以那我们跟菩萨讲啊，要跟菩萨讲啊。啊，前面念的要说化解我36岁的劫，要这么讲的。那后边也是这样吗，师傅？对。那就是我们当天可不可以就是，就是针对这个七遍的礼佛，针对就是说化解这个劫的呢，跟菩萨说，师傅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